아직 이제 哈喽，谢谢老师。今天就是第一天，因为之前你也参加过了，就是整个流程。没有什么建议，因为你很优秀，发挥长处。嗯，其实唱歌不难，无聊也不难，因为就是节奏感好的话，其实就是难，试一试。唱歌不难，你刚刚唱的也OK。就是有时候。机会是机会，但是首选是要选有利于自己和适合自己的，就是你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面，先不要害怕和抗拒，先不要躲。对，你先大胆的去做，就会好很多。唱歌大声唱，就上声乐课的时候也就是，你舞蹈已经很好，可以少加小加点动作。就是想唱就唱，要唱就唱。对对对，因为。 就是，哎，叫做男团还是歌手的话，都唱歌是很重要的。嗯，加油！加油！都是点水果。好，加油！